呗，哎哈，所以有的阿妈。国溪乡的形象国小今仔日邀请真侪地方社区的阿妈来教孩童包肉粽，传承这项民俗技艺。学生包好的肉粽，将分送地方的独居老人，表达社会关怀。我们这一次跟乡公所的乐龄中心，透过社区总干事找一些社区具有包粽子的社区妈妈，到学校来指导小朋友包粽子。透过包粽子的过程，让学生习服，能够将包的粽子分送给社区的独居老人。同样的，也能够代表让我们新山国小的学生中午用午餐。那这个活动配合乡公所，我想让社区的老人感受到学生的温馨以及社区的关怀。这样由国家乡公所结合地方国小的包肉粽活动，大部分的孩童都是第一次包肉粽，在阿妈的指导下，大家是愈包愈好。我们这一次所有的阿嬷都是我们学生的阿嬷，那透过阿嬷让教导小朋友学习这个传统的民俗的技艺，因为很多孩子还是不会包粽子，我们希望透过阿嬷的指导，亲自的指导，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传统这个包粽子的手艺。因为来指导包肉粽的阿嬷都是学校学生的亲阿嬷，所以每一位阿嬷都是有耐心来指导学生安怎包好一条肉粽。阿妹啊，我一煮了无紧，油盐，啊没米，啊无米的头头，若无头头，爱搁添料头头落去安尼。各个乡这项做孙仔爸爸粽的活动，将轮流伫乡内各校进行，一天选定两间学校举办，希望会当将这项传统技艺伫地方流传落去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